风雨来临那一天，泥土的羔羊还没回来，铁匠铺传来了叮当叮当声，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早，丰盛的酒席已准备好，尊贵的客人却没来到，熟睡的女儿露出笑颜，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早，想捕捉一只美丽蜻蜓，却打碎自己心爱的花瓶，燕子飞回了屋檐下的巢，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早。都要精心的灌溉，兰花却一天天的垂败，清风送来了杏花香，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早，要爬上山顶去看风景，可走到山要叫一起跑，停下来在溪边喝一口水，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早，被刽子手砍下了人头，魂魄还能留恋最后九秒，第七秒是突然从梦中惊醒，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糟。